是我的三个孩子，今天晚上来陪你一起睡。我要妈妈陪。爷爷，我十岁了，还跟妈妈一起睡。我妈妈跟我说，孩子，迟早要离开妈妈的。早离开妈妈的孩子，能做成大事。只是，那时他已经知道，他身体不好。不久，他就离开了。我就要我妈妈。这个很重要吧？觉得你是干啥？给他治病。脱了裤子治啥病啊？这是啥？西洋药。那为啥要脱裤子？姐姐啊，那可是真的。大哥，这是撞客啊，这得请神驱邪呀。太上老君，快显灵！你小声点儿。一请三眼二郎神，二请方壁方向二将军，三请云游四海曹国舅。别瞎喊了，姐姐，大哥这是出门撞上鬼了，我这是请神驱魔呢。你安静点，比什么都好。好吧，诸位神灵听真。老妈，你不听我的话了。姐姐，神仙给你请过来了，你不用，我得给人送走啊。行吧，那你就留着吧，让他保佑咱们。你睡会儿吧。不睡。睡会儿吧，明天还要赶路呢。你在这儿，我睡不着。我现在回去了，明天一大早我再过来。Thank you.
柴库车长，柴库车长。嗯，处长，日本人也派六名宪兵，让我们安排在巴尔扎克公寓附近。枪响之后，他们也进去抓人，这事儿你来安排。宪兵，穿军装啊？连装，学生装。这是法租界，他们日本人明目张胆抓人。少废话，总领事已经答应了，他们抓人，你们维持秩序。那我们还叫巡捕吗？面条好了，你吃点吧。我这会儿不想吃。大哥，这个镜子真好，还能看见胡子。我是焦大金儿，我现在给你等下表。现在是7:38，21秒。你的表也是这个时间吗？很好，你没有跟电台说你女儿的事。事后。我带他去上海，希望能在火车上见到你，把女儿还给你。等死吧！谁呀？加藤。聚会的 Sasaki 说，日侨赤十字社又收容了几个孤儿寡母。我回来给他们拿几件衣服，顺便看看有没有嫂子跟嫣嫣。哦，那我跟你一块儿去。Sasaki 说，很多母亲都在治疗，衣不蔽体，你去不方便。哎，你这样，这10块钱你拿着，给孩子们买点什么。吓唬谁啊？我们来做一个交易吧。什么交易？我知道你在寻找一对下落不明的母女。他们在哪儿？答应我的条件，我就告诉你。我答应。什么条件？离开我的女儿，永远的离开她。是你在搞鬼啊！给一个女儿做父亲，就是给碾子当驴啊，搞点鬼算什么？告诉我，他们在哪儿？
如果你能让杏子一个人高高兴兴地离开天津，我就告诉你，而且我还会把他们母女交到你的手上。我答应你。小崽子，宋本家的女人你想抛弃就抛弃，眼都不眨，跟老不死的。答应你是因为杏子现在是安全的，他们娘俩呢，是死是活我还不知道呢。我知道他们母女的确很危险，也需要你的帮助。说吧，要我怎么做？9:50，杏子坐的火车就离开天津。如果你能让她一个人高高兴兴的离开，我就在车站外面的车里等你。你一出来就能见到他们母女，你爱带他们去哪儿我就不管了。记住，一辆黑色的福特车。年轻人，别多想了。你看看这个。干什么？知道。你完全可以一枪把我打死，然后让杏子嫁到小仓家。干嘛要跟我做这个交易？要打死你很容易，但我怕杏子痛不欲生，不再认我这个父亲。这种和平的方式，不是很好吗？不过你要记住，我们之间的交易，如果你让杏子知道了，那他们母女和杏子，你就永远都见不到。奔斗，这是逼着我赌，是你逼我在先。老马，过来一下。坐。哎，你现在必须走了。大哥，没有枪，我真没法回去。回去要掉脑袋的。听着，等我开了枪，日本人就会冲上来抓我。你就算留在这儿，也拿不到你的枪。那你打完以后把枪给我，我就能把他抱回去。他们会打死你的。你怎么那么傻呀？杀人的枪是你的。那我咋办呢？裴小姐，熊先生，你们需要帮助吗？不需要，谢谢你。啊，他是给杨小菊做事的。你赶紧走，到外边找你于大哥，跟他在一起等我。于大哥还在？在。他在外边等你呢，你到街上
叫个黄包车，很便宜。告诉他要去恩光医院，你于大哥就在医院门口等我们。恩光医院，对，记住了。枪响过以后，再等两袋烟的功夫，我就会去找你们。到时候，你就能见到你的枪了。那行，我听你一回。大哥，枪可一定带着。你去找那个巡捕，送他出去。完了，马上回来。我有话跟你说。走吧。老满，姐姐，告诉大哥别把枪弄丢了。哎，送给桂花的。好好的。谢谢姐姐。有时间我会去草官屯看你们的。哎，别看了，你也快走吧。有什么话你说。你也得走了。等你开完枪一起走。你得马上走。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现在是6月25日早上8点整，距离义士熊阔海公开狙杀日军宪兵司令加藤敬二的时间只有2个小时了。每一分每一秒都令人感到难熬。作为市民代表，我们要求工部局全力查出可疑人员，保证熊先生的安全。这事儿不用你们操心。等待吧，等待吧。别再任性了，你知道吗？淑贞已经不在人世了。昨天就死在我的怀里，加藤当着我的面杀了他。燕燕呢？在加藤手里。你杀了加藤，燕燕怎么办？你真能舍得燕燕？那个乡下人走了，枪留下了。是，是外包子。裴小姐呢？她还在。也好，安慰安慰那个快崩溃的人吧。要留神，当心他最关键的时候逃跑。要是他真的临阵逃跑了怎么办？他要是逃跑了，那一枪你敢开吗？我。
但你现在说的爱，究竟是不是谎言？谁知道？天知道。听我的，为了孩子，那就天知道吧。我再想起你一次。天更知道爱是什么，生死相许是什么。到了法租界以后，到小瓜同志的住处取枪，然后你们迅速地混入到巴尔扎克公寓门前的群众当中去，要不惜一切代价带领组织好的群众掩护他撤退，明白吗？明白了。好，出发。是。时间快到了，咱们走吧。你还放不下这儿？忘掉这一切吧，相信我，咱们去了满洲一定会幸福的。哎，师傅，那边有车。什么车？跟朋友借的。朋友，你不认识。出海必胜，出海必胜，出海不惧你，出海不惧你，出海必胜，出海必胜。时间都是你自己的，自己救自己。大佐，我々はバルザックにて待機しております。銃声が鳴り次第、確保します。再度確認するが、必ず奴を生け捕りにして捕らえろ。Thank you.
失礼します。大佐、お時間です。咱们以后是自由的鸟了。行，你是自由了，我还得等两天。等两天？为什么呀？有件事很突然，嫂子和孩子的下落我打听到了。在哪儿啊？他们躲在一个地方。早怎么不说呢？我也是刚知道。那咱们带他们一块走吧。行吧。嫂子说过，她不跟咱们去新京，就别为难她了。我师哥今天开了那一枪，要是能活下来，他们一家人也该团聚了。这是我离开天津前必须要做的事。那我呢？别怨我性子，我把他们安顿好了就去找你，以后我就都是你的。我跟你一起下去。你要是下车，可能就鸡飞蛋打。听我一句，你先走，我这完事儿马上就过去。想想到了新京，我们就能过上太平日子，多好啊！Yeah.
枪声就要响起。我们现在能看到公墓前聚集了无数的百姓，但是没有一点嘈杂声，这里是一片宁静。五分钟，这是宁静漫长的五分钟。加藤先生的黑色轿车所到之处受到日本侨民的热烈欢迎，气氛像盛大的节日，这是一个军人难得的光荣。现在汽车已经驶入宫岛街，皇军方面已经准备好了庆祝活动，他们相信加藤君啊一定能全身而退。優勢がなった30秒のうちに体操はロークを移して送別会場に行ってください。太田の車は今どこだ？彼は山口から回って4分遅れてきてます。S'est déroulé dans un lieu appelé Balzac. How did that happen? Yeah, it's amazing. 我らが日本帝国の勇ましい企画はここ数日で東アジア一帯を覆っています。知らぬネズミどもは引き金を引く気力すらないでしょう。栄光は我ら大和民族にあります。栄光は我ら敗北なき日本軍にあります。只剩最后的三分钟了，加藤的汽车已经进入河边的山口界了，他在走向死亡。熊克海，你准备好了吗？所有天津的中国人此时此刻为你送上祝福。